第二就是因為疫情的關係，其實有很多時候健身房未必開到啦，亦都有人不停咁中招啦，咁所以一年啊六年，最好的方式去用啦。我用嘅呢種足夠需要嘅嘢啦，就唔係苛求，我唔係話習慣咧都係受呢個疫情影響，但係都要 keep 住咯。主持咧就是林希玲啦，咁啊同埋健身教練啊 Sue 咧，係咪有個環節嘅咧？係啊，咁我係你整五個人，唔係喎，咁樣負責嘅。咁講咗好多關於減肥嘅健康嘅常識啦，譬如減肥迷思啊，點樣可以有正確減肥觀啊，咁亦都會飲食一啲呢啲即係大家都好想知道嘅嘢。咁啊，所以都會教大家煮忌啊，即係。冇問題嘅。